最後入閘是極速之子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頭場賽事五班千六米路程大熱門，暫時是三不準備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中間位置有呢只就紅星勇士啊，中檔走上去咧就天時明區啊，內欄綠色衫青春力量啦，外邊同德寶啊，最出仲係勇冠王子啊，大約跟住個第六位咧，仲有九尾狐啦，內欄第七位橙衫咧，仲有俏郎中啊，後多浸嘅馬，外邊粉紅衫極速之子啦，內欄黃衫白帽，大約尾五咧仲有魅力一心啊，後邊四匹馬，巴基之友、電子達人啊，淺藍衫尾之就領航傳奇啊，內欄暫時墊後係軒王寶寶。好啦，咁啊过呢个一千米段柱咁滞啦，前面放嘅马咧就系嗰只天时名驹嚟噶，外边勇冠王子啊走咗上嚟第二啊，第三位埋变青春力量啦，同德波啊第四位，第五位有红星勇士，内栏第六系俏郎中啊，一路响外边粉红衫咧，仲有极速之子啦，内栏黄衫白帽系呢只魅力一心啊，褪咗落尾五系九尾狐啊，后边四匹马巴基之友啦，尾三内栏轩王宝宝啊，后边两只啦，分别系浅蓝衫嘅领航传奇啦，暂时殿后系电子大人嚟噶，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咁滞啦，天时名驹就拍住外边嘅勇冠王子一齐入嚟啊，青春力量攞咗出嚟中档噶啦，再后多层噶嘛，内栏有俏郎中啦，轩王宝宝啦，外边追噶嘛，有魅力一心啊，最出嗰边就九尾狐巴基只有大爱档领航传奇嚟噶，好啦，最后二百零米啦，透出噶嘛系青春力量啊，内栏系天时名驹啊，中间有红星勇士追啦，入边轩王宝宝啦，出边巴基只有，最出仲系只领航传奇啊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青春力量抛离后边嘅对手，奠定胜局噶啦！第二名嘅马咧，巴基之友中间，出边领航传奇要影相啊！第四名系红星勇士啊！结果今场赛事青春力量咁啊，匆匆再战，守住内栏位置先啦、啊。入弯细细只，唔好俾人冚住，攞出嚟中档，结果冲出打开胜利之门啊！跑第二名咧，中间巴基之友绿色衫，外边浅蓝衫领航传奇，第四名红星勇士嘅机会似乎高啲啊！爆嘅青春力量啊！杨明两人先帮我喜事攞份生日礼物先啦，咁啊最后五点二倍胜出啦。第二名三号嘅领航传奇啊潘明辉，第三名五号嘅巴基之友啊潘顿，第四名咧十三号嘅红星勇士钟奕礼。意大利马打开城门啦，守住好靓嘅位啦，放头马。跟住睇下預計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係八號嘅青春力量啊，獨人派52蚊，位置派19蚊。跑第二名係三號啊，領航傳奇，位置派14.5。跑第三名五號啊，巴基之友，位置派26.5。連贏位三搭八派129.5。二重彩啦，八號、三號順序派291蚊。三重彩八號、三號、五號順序派1525蚊。單 T 派217蚊，位置 Q 三搭八派48蚊，五搭八派69.5，三搭五派65蚊。跑第四名是13号红星勇士。看看第二名张相，出面就是领航传奇，两者都飞出去了，巴基之友。第二三号时间1分34秒82，比标准时间慢一点，快啊，1分34秒82，都接近班制的，1分34秒38，班制纪录五班做这个时间、打开城门啦，都好轻松啊！咁啊，希斯今日一号连马师出好多马，先赢呢只喎，打破呢个魔咒啦啩，头场都赢了，或者加点高升喺度，系啦，有个一档守住个好靓嘅位，而
贏甩添咯。不過呢啲啊，即係叫做睇到佢一路進步嘅馬啦。呢啲啊，北半球賣咁啊，都減分減得又快咧。嗯，始終細細只都係呢啲路程好啲。大細潘都一齊喺出邊追啊！嗰度都掉下掉下噶，極速之子幾隻啊，有啲挨碰。布文走裏邊嘅希望寶寶，不過又追第四追唔到啊，失望啲啊。佢就一排咁好近咯，即係紅星勇士嗰度都頂住個第四可以，佢第五佢好似。九尾狐好似第六咁上下。係啊係啦，都有追少少。好，值得恭喜馬主啊！即係一個好長嘅耐性等呢只馬。听四连环宇嘅派彩啦，三号、五号、八号、十三号派1707元嘅。四重彩宇嘅派彩啦，八号、三号、五号、十三号顺序派35010元。都系啲意大利马喺香港都唔系话好多啊。嗯，当然杨时间直情系杨明伦都值得一赞啦，花咗喺好多心机呢只马身上。當然今日排一檔又好幫到手啦，如果望空佢又係麻煩啲嘅。又天時明區都要走啦，同馬房嗰只啊，帶住咁正曬，就係個包廂靚位。好啦，睇翻佢點贏啊！青春力量排過一檔起步嘅，起步咧少少阻到隔離嗰只魅力一心啦。另外領航傳奇啦、巴基之友啦、軒王寶寶啦，幾隻馬早段咧都係留住先嘅。前面咧就唔係話好多馬猛力吹擲去搶啦，都係順勢上前啫。天池明區放啦，咁啊紅星勇士就跟佢嘅。外邊同德寶啦，步速方面咧就同正常時間咧，即係頭嗰兩三段咧分別就唔係咁大嘅。咁啊內欄就青春力量啦，有少少搶口。出邊就勇冠王子啦，極速之子現場咧都發曬脾氣嘅啦。跟住九尾狐啊，啡啡地色衫啦，埋邊就俏郎中。魅力一心就內欄尾五嘅，跟住巴基之友領航傳奇啦，出邊咧就電子達人，埋邊咧就軒王寶寶嘅。早段啊，楊明倫話埋啦，你梗係嚟大啦，天時明區，田大安望好耐都未埋去。阿楊明倫等得好心急嗰度，因為啲搶口啊只馬。係，不過埋咗嚟就 OK 啦，呢度啊塌翻住。呢度啊正啊，出邊又冇乜馬，即係任你攞啊出邊嗰個位啊。其實早段咧見阿布文嗰只軒王寶寶咧，佢都鬥得幾辛苦啊！佢成個人成弓起咁去啊，撐住嗰只馬嘅。哦，咁佢跳嘅時候都係有啲厚嘅馬力。係啊，即係佢即係唔得放鬆住嗰只馬，仲係跑，可能跑得長好啲啊。點解喺裏邊上嚟嘅？搭鼻梁嗰只極速之子咪就喺筆之後係咯嗰度咯，擠碰咗少少啊。呢度魅力一心都要轉位啦，亦都啊嗰度窄位咁啊，又移翻嚟出嚟中間。其他就留意一下嗰啲九尾狐啦，即係側身啲開始有啲腳影啦。係啊，佢唔係話好 fit 嘅，但係都最近啊。係啦。好啦，頭場都復本完畢，排彩作實啦。位置 Q 啦，三搭八派48元，五搭八派69.5元，三搭五派65元。二重彩八号、三号顺序派291元。四连环三号、五号、八号、十三号派1707元。四重彩八号、三号、五号、十三号顺序派35010元。分段時間頭段24秒53，第二段22秒7，第三段23秒67，末段23秒92，總時間1分34秒82，比標準時間快6先。